个杀僧是你从来没看过一个杀僧。The sand monk, he takes about 4 hours. 杀僧是就巨大的一个工程。There's blue, but there's a lot of colors in there, so we layer up colors. So the paint job's quite complicated. That actor looks very young, so we have a forehead and we put some wrinkles in there to try to make him look a little bit, you know, older. 真的蛮厉害，我真的是惊呆了。罗中谦，我觉得他和这个角色太吻合了。开机，很魁梧，一样，确实玻璃心。啊，再次一张，傻傻的。师傅被妖怪抓住了。师傅，他那个萌呢，不是装出来的。我是很认真的。他是撑住整个戏剧的一个趣味。哎呀，坏了，鸡鸭腿跟脚。差不多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最复杂的困难是罗中谦没有太过为复杂的戏份，动作方面比较刚烈。他的体型一变的话，他一下就变成那个人物了。打起来非常有气场。有一个人从来没有怀疑过唐僧，这个就是沙僧。师傅，师傅，但是关键时刻他绝不掉链子。师傅，太崇拜你了。